其中一个案件呢，在沙阿拉姆的这个高庭所判的2000块钱罚款呢，令我丧失资格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的诠释，因为上一届大选的时候，高庭及联邦法已经宣判说，2000块不属于这个不令到我丧失资格，但是今天呢，他说这个上一届的。这个法庭的判决呢，不能用在这一届，而这一届呢，他根据我被判2000块钱而取消我移民的资格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接下来呢？这个是当然我会寻求法律的这个行动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我谴责这一场这样。